我以前就好介懷嘅，即我會覺得啊，點解好似爭啲嘢啊，或者點解好似自己唔夠人哋好啊咁樣，我會有咁樣嘅諗法。個人大咗之後，我反而覺得我去接受呢種唔完美，或者去接受呢個缺陷，係會開心啲嘅。例如可能我某一啲角度是冇一啲人咁靓嘅，咁我又喺度谂啊，其实唔系啊，即可能调教一下呢个角度系变到好独特，系好属于我嘅，或者可能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讲嘢系会偏尖，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唔系啊，呢个就系我，即大家听到我把声就知道系我，就好似我之前拍一个广告去录一啲 BO 嘅时候，大家听到诶。咁我又覺得，其實呢一個我自己曾經覺得係唔完美嘅事，反而變咗係我嘅 signature。其實係接受咗自己嘅唔完美，就會開心好多。咁其實缺陷同埋唔完美係咪真係一件好負面嘅嘢咧？